我们去年就是相信，如果去年有看到我们表演的人，就像知道我们就是因为我比较不擅长那个数位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做类比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四个常常一起就是做表演，然后不止声音这样子。然后我们比较注重就是身体感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借由我们的做不管是声音还是我们表演，然后可以让观者，然后也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体可能跟着我们在律动的那个心跳，或者是那个音乐的那个感觉，然后可以传递到看我们表演的人。所以我其实有点突然，我不知道讲什么，可能或许等一下你们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问我们，我们可以回应这样子。其实我这次的演出跟以前我做的东西其实是有蛮大的差别。我以前都是做声音影像，然后这次其实因为接下来想要做一个跟空间有关，然后灯，然后还有声音的装置，所以其实我做了一个实验在这次的表演。然后其实它主要是想要实验那个我们的视觉跟听觉在空间当中一个相对感官的一个变化。可是因为我喇叭就是可能这个其实不太好，所以它效果就是不太明显。其实它是钨丝灯泡、哦、所以它不可能，所以刚才都是明暗明暗，没有那种渐层，它就算闪它还是会有病，对，会有病，这是传统灯的限制。那如果你是 LED 灯的话，就可以做到极闪和极明这样、哦、然后肉眼看不太出来、然后其实我是用 DMX 去控，就是依照声音在0.04秒里面变化一个单位，就是我在它变化的速度上有做一个限制，它并不是真正物理100%match 到，因为它有它，因为它的物理性，它必须要明暗的时间。放出来一路的那个声音是，其实都是现场今天看得到的那些的物件，先预录好到那个电脑里面，然后我们做调变。所以可能你会觉得那个声音好像跟现场很像，或者是好像有点生变。其实是我们都用同样的东西，只是它的旋律跟它的那个音色不一样这样子。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而不去做一个另外的东西？是因为我们这次的表演在尝试做那个声音不同材质，而且是现成物理的东西的那个碰撞，对对对，有点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是在于那个喇叭没有办法完全。它没有办法完全这样呈现出声音，很多正确的声音，所以它的相对感没有那么强，就是我自己这次的感觉。那你有预设什么样子的想象吗？就是这做出来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纯粹就是做一个没有？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它之后会怎样，但是我之后会把。我也其实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我之后要做作品的一个实验，然后我接下来的作品其实是跟空间，就让空间光啊还有声音的变化，那个变化不是说只有单纯的音量或是强度，它会变成是一个空间的三维，不是只有单向。你知道如果坐新干线或是高铁要过站过雪道的时候，就是你这样坐在里面，可是可以稍微看外面的景色，你可以看到景色是因为光的关系。可是有时候当那个在某种情况下，光跟速度对人接收到感知的那个感觉或是时间的时候会有，因为运动中就是这样的错觉，会是一些特别的感觉。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到底是谁，其实有相对的实验。我们其实为什么会有复制人，用复制人的这个概念去做，不管是做作品或者是做表演，是我们觉得好像不管是任何的人，他会达到一个精神状态是很相似的，可是那个精神状态有些时候是你不自觉，他可能很微小，或者是其实你知道他存在那边很大，但是你不会轻易把它拿出来给献给别人看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有点就是在操作这个状态，是你要补充吗？哦，就是这个状态是有点，就是我们把我们本身抽离出来，然后去找到那个状态是四个人都很像的一个状态，就是有回答到吗？又可以理解吗？我在想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那个演出，因为那演出我有看。然后，其实那个概念跟不管是概念上，或是内容上，或是形式上，其实是有不太一样。那但是因为他是我老师，所以就变成说，我觉得多少，我觉得长久以下累积下来的影响会有，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演出会让这个演出有太相似。对。其实我现在好像没有办法回答你现在的感情，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很多事情然后太忙，然后其实我自己的现在的生活状态我有点乱掉，所以我不知道我刚刚的时候是你现在的感情，但是我觉得状态不太好，可能因为我不是很想要最近想要找个时间就是好就是按下来。谢谢。那潘姐，身为这一场我需要写稿子的，借着这个问题，我再问一个，应该换个角度去问，因为理性感性有时候它也会变成一种相对性动态的那个差别，没有办法理解。那我直接就问你嘛，你觉得你在做声音的过程当中，就纯粹讲做声音，你觉得你是比较偏唯物还是比较偏唯心？唯心。你偏唯心，所以你其实跟他的提问有点刚好恰恰相反。谢谢。好，碍于时间的关系，我要结束。